红剑太帅了，冲啊冲冲啊冲！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红剑。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又是一期评论，就来看一下小坏蛋们都给我留了怎样的评论吧。直接进入正题，在末日准备狂七中，你说你属兔，你是99年还是87年？以后视频会有怎样的非典型的变化吗？我99的，视频非典型的变化，视频非典型的变化是指什么呢？是这样吗？或者这样，然后再这样，这样。然后这样，红剑，你多大啊？啊，这个问题我这么大，哎，我也没量过我体积，我站起来给你们看一下吧，我大概这么大啊，这么大，特别大，对吧？挺大一只的。哦哦哦哦，你问的应该是年龄是吧？年龄的话，我99年出生的，今年21，还没满22，身高182，体重62千克，单身，没房没车没毕业。我在说什么呀？啊，我是从 B 站来的，所以。精致好耶！顺便来提问一下，红剑，你能不能女装？哎，刚才那个观众问了什么问题来着？怎么突然间就想不起来了？啊，天哪！你最近估计又没睡好啊，有点失忆了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吧。红剑，你能不能女装？哎，他问什么来着？什么问题？想不起来了啊！算了，下一条。你有女朋友吗？哦，如果没有，哦。那你有中意的女孩吗？梦里啥都有，梦里不香吗？红剑，请问你勇吗？我超勇的，超级勇。红剑的电脑能出租吗？你问这个问题，良心不会痛吗？我出租一天电脑，更新肯定就会晚一天，更新晚一天。我的观众就看不到我的视频，我的良心就会感到不安，会感到难受。所以你问这个问题，你良心不会痛吗？苍天哪，大地哪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竟然有人想出租我的电脑，想谋害我，让我拖更。评不评论不重要，充电才是真感情。好耶，好耶。谢谢红剑，你在厕所一般吃什么？冰激凌甜筒？呸，什么玩意？厕所不吃东西。红剑太帅了，冲啊冲冲啊冲！冲哪去啊？红剑能不表演原地爆炸？红剑，你是全职 UP 主吗？目前不是，但是挺想做一个全职 UP 主的。但是目前看的话呢，有点难。加油吧，红剑！生化8的测试版出了，你能玩一下吗？生化八？哦，5月份的评论，原来我已经2个月没有更新读评论了吗？啊，不要在意这个细节啊。这边的话呢，建议这位观众直接去看一下我生化危机8的流程实况完整版。Bingo。独见独吸烟吗？喜欢喝酒吗？我这个人吧，烟酒不沾。虽然说这样的话呢，会有点亏，就是谈生意可能会经常谈不下来。但是呢，我觉得他们没跟我谈下来是他们的损失。为什么要用烟酒来谈生意呢？请问红剑对于人体生命与基因工程学有什么看法？这题嘛，是初中生物吗？不对，高中生物。我这么看的啊，就是这样的，我这边来正经的回答一下。技术本身没有错，错的是人类到底拿技术干了什么。如果说他拿去造基因武器，那大家就一起第四次的世界大战用这个棍棒呗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他们拿来去改造人类的基因啊，让人类更不容易得癌症，或者说可以去治愈癌症的话呢，那是大大的好呀。反正这种东西吧，我作为一个小老百姓也改变不了什么，只要你别给我搞出什么变异，然后搞出什么变异的植物，然后我一吃啪我死掉了，这就可以了，我能舒舒服服的优秀的过完这一生，哎，就可以了。能问点正常的问题吗？就是，比如红剑，我说的对吗？对啊，你说啥了？对啥？我在赞同什么东西？哎，奇怪了，我赞同什么东西啊？红剑可以坚持下去吗？我可以。
哎，哎，坚持什么？等一下，你这个说清楚一点。如果说是那方面的事情，我当然可以，但是，哦，他可能说的是背单词，或者说是我每天跑5公里这样的事情啊，这个当然是可以的。我对于跑步和背单词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哦，可能说的是做视频啊，做视频能不能坚持嘛？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就是如果说我毕业之前能火啊，那我肯定就能坚持下去，反之我可能就会变成搬砖族啊，那样的话呢可能就只能月更或者说季度更年更了，就这个就没有办法了，看情况吧，看情况啊，这种东西未来的事情我也说不好。红剑可以有团队吗？可以有，但不是现在，因为我没钱。来，最后一个问题，红剑平常会看书吗？这个问题啊，那我当然会看啊，我高中的时候看的其实就特别多，我高中一年差不多能看20多、30多本书吧，但是现在看的少了，现在我一年能看3本就不错了。就比如说我最近在看的这本 What I Wish I Knew When I Was 20， 还有这一本 Who Moved My Trees， 以及这本 Poor Economics啊，就这3本书吧，因为最近要准备一些英文的论文什么的，所以看的都是以外文的原著书为主。当然看英文原著主要还是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国内某些翻译真的太捞了，我看了中文之后反而没看懂，一看英文恍然大悟，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哎，好了，那么这一期的读评论也就先到这里了，好像这一期的评论比上一期少了很多，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最近已经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了，已经跟我很熟了啊，对吧，已经对我了如指掌了，就是已经清晰到知道我身体上每一个细胞的位置了啊，所以的话呢就不想问我问题了还是怎么样。那么也不知道下一期读评论会在什么时候跟大家见面，如果说大家想更快的看到读评论的话呢，可以多多留下你们有趣的评论。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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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